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，面积960万平方公里，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，位居第三，差不多和整个欧洲的面积相当，人口13亿，是亚洲最大的国家，有5000年历史，是世界四大古文明国之一。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昌，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，所以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，和美国的7月4日一样。中国的首都在北京，估计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人，有著名的天安门广场、紫禁城、天坛、颐和园、长城等等。